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何？PK 我们的国音字母，反正就是很基本的科目。好，想要看一下红林的算术是真的烂，英文是真的烂，国文是真的烂，但烂到什么程度？跟国小国中比，我会不会输给国小国中？对，看一下。等一下，我们就是跟他们 PK 最基础。如果红林输的话，那就带这个，带这个东西，好不好？如果我输哦，但是要如果我输哦，我有多少程度就是多少程度，好不好？我不会点 ，OK。OK， 那今天呢，我们来这边看一下我们的程度到底厉不厉害。好，然后我们从七个人里面年纪最小，国小二年级，国小二年级妹妹。我们今天的规则就是。假如说五题，我错了四题的话，我就是被妹妹踢四下。妹妹什么学校？妹妹是算啥科？数学。我不能玩的吗？好啊。妹妹，你需要算数吗？你会心算吗？你要有心算。不行，他要有本事。哦，好好，那我不要，那我没有玩。数学题吗？数学题啊。好，数学题。来哦，妹妹仔细听哦。晚餐我吃了六颗水饺，爸爸吃的水饺是我的八倍。请问爸爸吃了几颗水饺？妹妹知道答案吗？你不知道。哎、欸，但是哎、欸，妹妹虽然不知道，但是她知道怎么算。哈哈我也有。对没？啊，不错。我有48张贴纸，我的哥哥有21张贴纸，那两个人加起来有几张贴纸？平时哦，妹妹厉害哦，大女妹妹那一手可以。他不用给哥哥拍手，哥哥不用拍手。哥哥好好，让十秒。啊，你要10秒，10秒再写出来就直接算贴纸数。好、啊。这样的、啊，对，对，算错了，对，很好，对，对，我算错了，我们一起把答案翻出来，我们一起把答案翻出来，我去，哦耶，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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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弟弟三年级啊，他弟弟叫什么名字啊？雷射，雷射。你第一年级？三年级。三年级，那你学到哪里？除法。除法？哎、欸，除法哎、欸。阿伟要心算吗？对啊。除法要心算，对要心算。哇，除法我会没电吧？啊，听好，9除2，不要念出来，不要想出来。我不可以写算式啊。不能写算式啊，我们说整数这样。对对，给你们听对哦。什么东西有啊？为什么我以前没有这样写过？因为太笨了。两个都输了。两个都输了，好好。好，两个都输，换我，算我输，算我输。15:6，好，你先开始啊、喔。你也太快了。好了，干嘛、啊？不是吗？你什么？干嘛、啊？15:6，你刚15:2不是吗？什么15:6？啊，你刚15:6。15:2也不是四。对啊，也不是四啊。你再怎么办？你就算15:6，15:2。好啊 ，OK。所以我会输了，是不是？你没有演吧？我没演啊，输了。A B 三下，为什么？他自己都输了，就算输了。OK OK OK， 下来四年的人，几年级？4年级。来，你简单哦，你放在腿上是不是？对。你有没有看到我在作弊哦？不准！我来说，30×12·64。红赢了，你写对了啦，你296啊，那你怎么写？最后写290，对，跟你说红赢，该题啊，红赢还是会赢的、啊。我就说我没有在演的哦。如果你答比他判出来，算你输。好好好，准备哦，这题蛮难的哦，111×222·345。好，我先写好了，我先讲啊。好，不用改，不用改，不用改，就是这样。这个又算错了。不会，不要那么看不起我。哈哈哈哈哈！
除八等于多少呢？好了，说你很有自信。好了，再一次检查。不用检查，我不用检查，我相信我。干嘛？完成这个。来，660。哎啊！我完蛋了。你傻神？我再来一下，16×32等于。帮我把加法、减法全部算在乘法里面。好，英文。桃子会不会？桃子 peach 会不会？哦。两个错。两个错。我知道我错哪了。两个平手。之前都没有啊，平手也是我输的。You， 老熊。大象。哇。我会拼的，怎么办？但我也不会拼啊。elephant。我知道 elephant 啊，我不会拼呗。老熊。啊！无法，你们念给他听，看他学。Pitch 不是鸡吗 ？Pitch 是蛐蛐。好了，我对了。什么什么？等下。Kitchen，K-I-T-C-H-E-N， 你写什么？我呀。我就说我不会单字哦。听说现场最强哦，现场最强。算不出来，算出来了，算出来了。等一下，他有可能会算错。好，来，好，帮你用你的手，你终于对了。哎，竟然没算错，你也知道先乘除后加减。我要知道啊。新闻跟数学哦，在数学，数学模式。来，弟弟换你了。什么科目？数学，你有数学。也是数学。你乖哦。
是搞错。你快一点啦，不会再乱了。你是15，55，36。你又算好了。你预算好了。来，七八八。等等。很轻松哦，还行啊，还好。来啊、哦！好，来打掉。哇，有了一点点感觉了，微微。三、二、一。哇！哎呦！哇！等一下这样，可能用这个手这样瞪一下你的胸口。我一闻到是啊。哎，我抱歉，我怎么都快要开始了，我都没准备。你要准备啊！哦，对，还有一下，还有一下，走了，哈哈，三十二页，还有一下吗？还有一下，走了，一定会有我穿着你睡，你不会迷的。哎，好像滴滴有放水啊，滴滴有放水啊。此片为综艺项目，哎，全力哟，全力。哦，前面隐蔽太多，我估计一两，哦，然后后面。刚好在我呼吸的时候，然后他踹进来。你放手一点，我忘记。哎，你放手。漂亮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放水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先这样踢一次。50%哦，50%的力量。哦。你要用这个，我用这个好了。看表现自己。哇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哇，都踢五下会死。来，你好，三下，坐一下。我要想办法使出全力。应该要出来了。打全力哦。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何？今天我们一整天的活动下来了，好不好？这是我们今天优胜冠军踢五下的哦，连输五题，哦，所以我们送他一个我们这个新出的钥匙圈哦。啊，你知道这上面的人是谁吗？嗯，哎，聪明，哎，你不要拿去丢掉，哎。